就是你解释一下，你解释一下好不好？讲故事哦。好了，再见了。这边的没办法，等这边等很久啊。来，好了。我们问三题就很简单，好不好？好，第一题，三秒钟哦，三秒钟哦，不能犹豫哦。第一题，宜华毕业的学系是会计系。对。你这个犹豫也不行啊！犹豫，从交往到结婚到几天？从交往到结婚几天？总共几天？四年啊。几天啊？几天？谁问几天的？没有问几天啊。这太难了吧！哪位？不管啦，随便概算他也不知道。我第一次送你的礼物是什么？太慢，你真的太多了。哪位？第一次送了。对。相本。还有，不是，还有标准答案，第一次送的礼物哦。错，继续打，继续打。错，到哪里去？好了，跟你讲了，手机啊，你忘记了。非宜华不娶的五个理由，五个理由要很大声哦，要听到。新娘，帮我开个门嘛。没有，就这样，就是现在。大声一点喽。细心体贴。有听到吗？宜华，周围要讲非你不娶的五个理由，要大声一点，然后他听得到才行。细心体贴，全部人都要听到。太小声了。认不认同？美丽大方。同意吗？太敷衍了，我们要分钱了，太敷衍了。然后还有，聪明伶俐，还有，英文更差。好了，再一个，要很贴切的哦。是。活泼。对，然后对朋友很好。好了，这个是。